大家好，我是汤广善。咱们一直想吃的八大碗，现在呢我给大家做出来了。我精心挑选了八种食材，大家来看看有什么菜。第一个菜，烧小五子。我们这个烧小五子全部选用干的小五子，然后自己泡的，没有煎泡，是在里边清软软的这种烧辣乎乎的，特别适合咱们苏县人的口味。最后撒点黑胡椒，再来点香油，这道菜有没有稀饭可以的。第二个菜，红烧牛肉，烧烂乎乎的，入口就化，大爷大奶都能开动的。第三个菜，烧鸡。第四个菜，烤鸡蛋糕，香菜蒜黄，再浇一勺大骨子汤，最后撒点黑胡椒香油，这菜也可 Q。第五个菜哈，这个菜名字我先不报给大家，大家猜猜这个什么菜？它里面的成分是鱼肉、鱼翅，还有豆皮子，或者蒜黄、香菜，有点这个骨头汤。能认识这道菜的，咱们给评论区把这个名字给打出来。第六个菜，老式的烧汤肉，蜜枣子、金桔干、葡萄干，烧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，特别的香甜。第七个菜，小朋友和女士都比较爱吃的八宝饭，放上青红丝，浇上桂花甜卤。最后一个菜，扣肉糕，也叫粘肉酥肉饼，这道菜比较适合老年人小朋友去开，也是放上香菜蒜黄，最后呢打上一点骨头汤。就这八个菜，最后呢都给它撒上黑胡椒跟香油，在咱们南山市门店早中晚都能开到，早晨早九号也有。这八个大碗大家觉得值多少钱？咱们打在评论区。